南海，国际地理名称，南中国海的简称，总面积约在350万平方公里，有超过200个的岛屿和岩礁分布其中。按照我国主张的九段线内海域，即为我国领海划分，面积约在210万平方公里范围。我国对于南海的记载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，而航行南海并在一些岛礁上留下足迹的时间，则可追溯到西汉。至于进行统一管辖和捕鱼活动，则是在唐代以后。种种记载和历史资料都表明了我国对南海自古以来就有着主权，尽管在二战期间因为战争的缘故一度失去了对相关岛礁的掌控，但战后很快我们就重新恢复了巡视和岛上驻军，有力地宣示了主权。好景不长，随着上世纪70年代南海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被不断发现，周边原本承认九段线的国家纷纷开始蠢蠢欲动，不断以各种借口侵占南海无人岛礁，直到我国打了一场大获全胜的西沙海战，各方才有所收敛。但到了现今，由于美国的插手，南海局势一度也是闹得沸沸扬扬。2016年在美国的暗中支持受益下，菲律宾向临时工组成的国际仲裁庭提起南海仲裁，遭到了我国的强烈反对，并公开表态不参与、不承认、不接收、不执行。同时解放军在南海举行规模庞大的联合演习，有力震慑住了一些妄图浑水摸鱼的国家，使菲律宾千辛万苦获得的仲裁成为一场国际闹剧。近日针对非美炒作的渔船在黄岩岛遭到驱逐的事情，菲律宾代理首席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就表示，应该要求中国遵守国际仲裁法庭做出的仲裁结果，如果最终无法起到预期效果，那菲律宾就应该考虑启动新的国际仲裁。对于卡皮奥的表态，有媒体就表示，国际仲裁庭目前已经不复存在，指望那个临时工组成的仲裁庭完全不现实。2016年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好例子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南海岛礁伸索国家马来西亚，其新上任的领导人接受我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，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岛屿，他们是马来保障海洋安全政策的一部分，至于南海其他一些岛礁，谁认为是他们的谁就占着吧。此言外之意就是插下国旗，谁有声索和实际占据那就是谁的，即占据即所有。过去马来西亚一直在南海坚持事实占有、实际控制的策略，这保证了其有效占据至少5座南海岛礁。责任编辑。